大家好，我们是哇阿迪欧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x 的队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x 的杨秉仪。哇，我们其实构思了很多，构思了三天三夜。其实构思了，就是有构思，但是目前只是一个想法而已，没有称得上多精巧。很神奇，就是感觉最开始这个活动刚举办那会儿，好像大家并没有太多人看好这个活动。哇哦，很感谢大家，是不是？但是，又不是大家为我们努力，我们也走不到现在。毕竟有32组拍档呢，总有一组你会想看的，你会感兴趣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。世上唯一不变。我想要红木墙变一套房，你帮我完成。这不是你帮我完成，这不是和你的最佳拍档一起完成的事啊？这是啊，这是啊。我好希望和我的最佳拍档，我希望一起在黄浦江边有一套房啊。那就是咱们一起努力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努力的吗？你刚刚说的，你大放厥词，你说还帮我完成，我还帮你完成小的，现在想完成的心愿，房车旅行。大人们，这个女人有驾照，但是她六年没有开过车了。对，我六年没开过车，但是我有驾照。六年没开过车，该重考了，我觉得。我审过了呀。房车的驾照和普通车驾照是一样的吗？没有啊，我的驾照不能开房车。三亚呗。为什么？回你家了呀。我家海口。对啊，就是你家附近呗。我谢谢你，我去天涯海角办的。对啊，你去三亚多好呀，又能够在。就能够就是在你家附近。我想去武汉。为什么呀？我们第一次去巡演就是在武汉，武汉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。真假？为什么？武汉烧烤好吃，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这个。武汉好吃的很多，烧烤好吃，然后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对武汉印象特别好，就是很喜欢，就是感觉那个城市很舒服。但是没有说别的城市不舒服的意思，开始找补。那不如还是去三亚吧，去海口怎么样？去海口，你家门口。我怕我妈妈。妈妈怎么了？阿姨，小段很乖的。辛苦了。Saturday. Yo. I love you. Yo. 爱西德都。Yo. 我爱你。耶、yeah. ！有非常相信大家。